给宝宝们带来麻烦了，正在小声开始给一些宝宝们陪你道歉哈，真的。Hello， 宝宝们，上班了，上班了，上班了！来来来，开始 tap 谁 tap 谁，手机电脑可以商量的3.0接口啊，3.0接口写50兆、50兆、100兆哦，太特殊的接口哦，宝宝们有没有需求啊？有需求的赶紧哦！手机电脑可以商用专用的 IT 的主控 ，IT 的主控写50兆读100兆啊，超高的读写速度哈 ，FC 3379啊，长短都是有现货的哈 ，IT 的主控兼容所有的机器设备哈，你想想看，手机电脑啊，电视、音箱啊，你想用的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的哦，写50兆哦，50兆哦，超高超高的读写速度，这么好的产品，这么好的货，这么好的质量 ，U 盘存的芯片 ，U 盘存的芯片，小陈家专业户哈，有需求有不明白的，有想要了解的，朋友们艾特艾特小陈哦，记得哦，小陈哈，随时可以艾特小陈哈，小陈24小时在线哦。随时会为你服务哦，提供一份详细的参数哈和报价和信息给到你啊。如果你想要做的或者你想要了解的都是没有关系的哈，小陈都会一一在线给你解答。U 盘存储芯片 ，IT 的主控 ，IT 的主控哈，长短都是现货现货的，你不需要去压货存货，你也不需要去备大量的库存，你只要有单，你只要想要卖，你只要想要去了解，你都可以来找小陈，小陈都可以帮你在线解决所有的问题啊。成家的 U 盘存储芯片 ，U 盘存储芯片啊，3.0。无论是长短2.0哈，所有的容量128/256/2.2哈，所有的容量啊，所有的货，所有的每一颗料哈，小陈家都会帮你测试好，测试好。你有任何问题哈，你不用去担心去顾虑哈，有任何的什么产品问题啊、质量问题啊或者数量的问题哈，这些小陈都会帮你通通解决，通通解决。宝宝们 ，U 盘存储芯片 ，U 盘存储芯片哈，看到没有？无论长短黑胶体、UDP、PCBA、通用版、手腕板、COB 或者 TF 卡、Type C、OTG 的接口哈，小陈家都是通通都有的哦。来，镜头看一下啊。这么好的产品，高端机器研发生产出来的话，你看一下，每一个货哈都是用几千万的机器，你看制造出来的，真的非常非常高端上档次的哦，而且又是高科技的产品，宝宝们，这么好的芯片，这么好的产品，你还有什么犹豫的？用盘存储芯片，用盘存储芯片哈，内存卡、TF 卡、手机内存卡哈，记得哦，艾特小陈哦，有需求艾特小陈哦，你想要做的也可以艾特小陈哦，小陈专业货哦。希望每一位宝宝们哈，每天都认真对待好自己的工作哈。小陈这为了工作没有办法哈，给宝宝们带来麻烦了，真的。小陈在此给一些宝宝们赔礼道歉哈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为了工作，因为这个时代，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视频的时代，我们没有办法很少客户来上门，我们需要以这种方式哈来给宝宝们去相识哈，让宝宝们了解小陈家是多么的真诚，努力工作，宝宝们，明天再见喽。